没事没事。因为都那个人手。越来越好，
就这一题啊。谢谢大家，好，谢谢谢谢，感谢各位，谢谢各位，请大家多多宣传。扫毒耳今天正式上映，票房超红，横扫千军，继续。稍后我们会准备做平面联访，各位再等一下，谢谢。我们要赶快一时叫我们赶快走。你把可以录吗？不知道，你就问那个，就看看有没有录，能录就跟着录。先过，他是收过去呀。哦，你们第一只啊？我第一头船呀！快！我是要拿收东西，对啊，一直都从这里扣，等一下都还没收。会，是茶送你喝，但是那个，我觉得好重，我不喝那个茶，但去那个郭书瑶啊送的。但后来就淹水了，下大雨。他请他来啊！哎，他那个不要来接，我就问他说，他不是华仔吗？晋升变华神了。哦，真的还假的？没吧？那是黄子佼真的没错。我们其实我没有给他注意过，还好啦。他不会啊，他那个既然让你进来就不会。其实我想要知道他。我们觉得很难哦。太快了。旁边那个保镖那边，通常他的保镖会挡，可是他不会挡。他会说好没关系，就放一下。那我有去过，可是他被赶出去了。对，你不能趁现在，懂吗？所以我就是看状况，对吗？机器后面可以，机器后面。妈呀！我觉得里面应该有一些人混进来，应该有一些。该是。多多是。他们现在还很多人在里面，应该是不会的。还好啦，他应该不会像上次梁家辉随便你妈怎么录都。以前他香港助理没来啊，那个也不是常常跟他那个。啊，对。也是妈的，不知道多少都会有点熟悉感的啊。你的在这里，在你耶，先坐。怎样？你是机器要赶快去找好，好可怕。嘿呀，给他吹吼。旁边还有椅子哦，慢慢尽量坐下来哦。可以啊，有一些根本就很乱，现在没点乱，我知道。现在有些根本就不是的话，就乱闯进来，不是吗？对，随便。剩的都签什么契约什么？那现在那个新闻出来就打破。说大陆，那大陆没有那要拿卖友都是假的。两面双说签根本就没有，现在官方竟然不能用，觉得其他人用吗？懂吗？只有内部的东西是吃，要内部东西才能用嘛。像我之前那个，
出来。像我之前也是弄一张，哎，怎么那个网都封了？像我在那个大陆那个微博不用我自己的台湾那个新闻，那个账号突然就被我觉得被大陆关停掉了。对啊，因为有些东西不行用啊。对，他想说怎么登不进去？很明显啊，跟讲拒台的东西，他们有权利。对啊，他们有权利停掉你的东西。嗯，很扯吧？我跟你讲，他一个命令，一个口令，你就再见。对啊，是啊。他管很严，然后上次做什么，还有机长问间谍，然后先去。我觉得我根本就是特务来的。嗯，是特务，秘密暗藏的特务，是机长。做。导演说：“我没有，是上面下令，我只是执行。我执行来跟妈有钱很多，好好好好修理。安全我只会死，我讲一天我去代表。所以你就用手机看吗？”来观光来着。